可能1.5只，这样一只2万哎、欸！哦，这种便宜的还有，这也很大。什么便宜？这2万？你看我的手指比例就知道了吧？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。我们现在在陈奇温泉，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温泉乡。从刚刚走进来的画面就可以知道，这边超级美。也是我们第一次来，不过因为在这边住宿实在是比较贵一些，我现在负担不起，所以我们只是来这边观光而已。让我们去看一看这边有什么好吃、好玩、好逛的。早出来，这里超漂亮的，这一片好惬意哦。这雨好大哦，好冷哦。你说现在才几度啊？现在13度，感觉我们可以在这边吃个午餐之类的。你不是想要去吃香柱鱼港？这个好像是你想吃的哦。好，这边的墙外面是长这样子的，高档一点。看一下这个摩顶，六只脚的。我昨天也是这样吃。昨天你确定你是吃那吗？是满出来的。这在卖什么呢？热乎乎的鸡翅饺吗？你要吃吗？我昨天晚上吃很多只。你看里面有蛋糕，这蛋糕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有一只猫跑在里面呢。这个是米果吧，鲜贝。哦，天哪，这一个就好棒哦。看起来每个都好吃哦，好难决定哦。可嘞一个，可嘞 ，Nanki， 哎，你要吃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拿到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你来香那些，哇，烤麻鸡，啊，好可爱哦。哦，还有热茶，超棒的。只有寒冷的天气就想吃东西，先吃吃看这个，这个是明太牛奶鸡。我刚以为这是鲜贝。什么意思？口感口味的层次很丰富，强烈的冲突感，美乃滋的酸，明太子的咸，下面的甜，很新奇，很有趣。吃一下，嗯，就是我的表情没错，很复杂，不简单。这个是一只帮 Nanki 的海苔鲜贝，海苔包起来的鲜贝，就是期待中的那种口感。现在的海苔因为烤的，所以海苔是酥的。接下来换我这个，它烤的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感觉，而且它还是热的。听得到清脆的声音，都现在有点中空，很好吃哎。主要的味道还是酱油味。吃完鲜贝后再下一次，觉得也不好逛不好拍，还是我们就跑过去。刚跑过来是已经快要全身湿了，真是有点辛苦。在这个陈奇温泉主要有7个温泉，他们有外汤，观光客都可以去泡，而且他们都有卖通票，你买了一个可以去7个都泡，把自己泡烂那种感觉。今天不太方便，你看下雨这样子。我们去逛一下螃蟹店，水煮蟹有900的、2000的，大概400块。是什么？螺、鱿鱼。这样大哦。这有透明的可以看到，有没有看到3间3个半身，等于1.5只，还有不同 size 2匹的，所以是看大小价钱不一样。看这个特大的，这超大，哎，你看它身上长那个一颗一颗的，这边也有，这都活的。看它的手手跟脚脚 ，Hello， 它没有宝宝蟹，超小只的，这超大的。哦，这个手好粗哦，这边有烫手的，4200。你看这只牛，它里面有卖布丁，这布丁看起来也很好吃哎。丹后牧场，哎呦这个牛。对，这个是牛还是鹿？看起来像小牛。刚看到这个布丁实在太可爱了，忍不住走进来看看包装有没有日本人啊。先把布丁拿出来。哦，有香草哎。很浓哎，非常绵密，好好吃哦。插花一下，我这个牛比较可爱。喝喝看，真的有牛哎。北七哦。不是，牛在哪里？牛在哪里？喝你就知道了，乳脂肪含量特别高。你怎么喝出来的？你喝喝看，你就喝得出来。我怀疑我们喝的都是假的。这个是真的。对，还是 Costco 的那个加了水。有这个图案就是不一样。我要看了一下图墙，看到这个香柱蟹的蟹味噌，就是蟹膏，特别香，特别贵，60克119，但没有特别标示的是80克放的料。等一下就要去香柱鱼港。早上的面有喝这个宽宽面，陈奇温泉。这个会不会压坏？它一条一条煮，你最喜欢的？不喜欢啊，那我怕我们行李压坏。这边就是一些土产哦，海中苑海鲜店、啊。逛一下，逛一下，逛一下。哎呦，松叶，它断脚的啦，它断了3只，3本足鹿，脚很大，这只还活的，这是9000。这鱼长得好奇怪哦，蟹味棒，宝宝，这个是什么？它颜色看起来好奇怪，一种虾，这样1只20000，它要写这个换壳蟹，它在换壳，那就是软壳蟹的概念喽，它已经长出新的了，只是还没有剥掉，所以你会剥掉一层硬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软的，看一下这边还有啊，玩兽，这45000的没有啊，看不到它长什么样，无法解答，看。
看一下这旁边哦，这是很便宜的海鱼，这也很大。什么便宜？这两万。因为这个四万五，这两万。一只脚要两万。所以它如果多一只脚要三万吗？你看它手，你看我的手指比例就知道了吧？哦，比我手机还长。超多的，这边也有便宜的，2500就有。母蟹是不好吃，松叶的。这边里面还有这种的寿司型的，这才260。好像烤鱿鱼，很便宜耶。看一下。看起来好开心哦！煮饭还有米有两颗，我不用米，我只要那个煮饭树，这个也很棒。这东西我都好想买回去哦。这里面没有米哎，常温保存到四月。这样一个是1200，里面都是水。贝壳的包装好可爱哦，这是一颗蛤蜊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口味是有6种，我们要彼此口味。我觉得这边逛起来真的还蛮开心的，这边后面都还有选择很多哎，好多人，整个楼梯满满的人。看一下 menu 好了哦，这好开心哦。火锅啊，7700有没有嚼很多？昨天已经吃了，今天不能吃。这有1人25000，好贵哦。昨天吃的应该不止这些。这个12600，欣赏欣赏就好。昨天已经吃回本了，今天不能再这样子吃了。这边有小罐的蟹味噌，要试 试看。好吃吗？很浓，你要拿来煮粥或干嘛的？我很想买耶。这个是他们做的吗？会有比这边便宜的地方吗？我觉得这是加工品，每一个不同的商店会做不同的东西。你说有没有更便宜的？我觉得日本的定价都是一致的，就是你会不会买到不同店家做的？像这个就特别贵了，特别小罐。哎呀，这不是我昨天吃的吗？这是假的吧？真的啦，它在冷冻而已。这样子一盒7800，我突然觉得昨天有回本。要买生的才好吃，我昨天亲身经验，3L 的6000、4000，螃蟹豆腐哎，整颗来直接当饮料这样吃。螃蟹鱼板，哎，这个你的最爱吧，你应该会把它当零食吃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大家知不知道这边其实就是松叶蟹的产地？我们这边非常靠近香柱，就兵库县的北边，也是松叶蟹的产地之一，所以这附近非常多的松叶蟹。这边真的很多产品，上面写一个铜字，感觉他们比较厉害。想吃可以请他现场料理，旁边真的有人在买，还在称。哦，那好大。哎，这也超大的，大螺。现场料理的价格很多种可以选。我看他一次这样看。哦，这个超多的啦，好光哦。竹内鱼店。这个人吵架吃这个啦，哎，这是面包是这样子，面包里面夹竹轮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卖完。好的，很可爱耶。它有这样子7种选择障碍啊！刚刚买了那些鱼板只能外带，等下再回车上吃咯。这个摩托水非常有名的鸡蛋店，蓬蓬的，看得到它里面现场制作，哎，买到超人气的鸡蛋面包。哎，这边有车站，车站可以吃吗？好，那车站看起来好可爱哦。哎呦，下雨真的太麻烦了。我发现这边可以泡脚，哎，可以坐在这里，里面有人在喝茶。我们回车上，然后去香柱渔港。雨还可以，赶快走。先吃热的，先趁热吃。其实卡拉梅洛这间店，它强调使用指定农场的鸡蛋，那个鸡会飞呀、啊。白痴哦，它怎么这么蓬啊？好可爱哦。这个人准备好了吗？你要怎么吃呢？有奇香。奇香。其实我帮你们试试看，这好像是一个吐司。这好像是布丁之类的。根本是蛋糕吧？你这很烦哎！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听你说，这是舒服的。我听到那个声音，吃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。我没说错。我可以打他吗？你跟我怎么说叫什么？吐司，吐你的头。吐司嘞，这舒服嘞。他根本广告不实。这间推推，第二个是这个竹内鱼店，这好像也是百年鱼店。可以看到它的图案是一只螃蟹，中间一个圈圈，圈圈是竹轮，所以呢还专门做竹轮鱼板类。出发前就吵着要去这间店，里面真的是超难选。我们就直接跟他讲说 ，Monkey Number One Two Three， 我帮你呢。我想打你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欠揍。首先来试吃，这个是人气第一番。赶快给我直接吃。看不出有什么特别，有料吗？里面有洋葱，一片一片的，看不太出来，因为洋葱已经是透明的了，很朴实的味道，但是它又有一点层次，然后有点香味。你如果拿不同的鱼板同时比较，你可能就会明白它的好。人气第三名，他说这个是 cheese， 看一下，你的那个好薄、哦，嗯，它是冰的，它味道很香哎。那我也要吃啊，上面有紫苏，你喜欢紫苏的味道？这个比较好吃。那试试看第二名的，我要吃我自己自挑的姜姜，这个是乌贼、哦，对，这不知道第几名，嗯。
浮夸，不是，你要把自己脸遮住了。嗯，你看，一整只乌贼，对，那有什么浮夸？它浮夸吧？我记得这一只是400日币，有没有看过带乌贼的鱼板？很新鲜哎，就像现抓刚煮好的一样。人气第二名是长得像鸡蛋的一个，但它是 Abby，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软，像不像一颗蛋？但它是一只虾，加快没？厌烦哎！我吃到一只虾了，这个就像是还没有定型的鱼浆，整个是软的，很奇妙。那是人气第二名，多半日本人喜欢吃怪东西。拜拜啦，梦幻又浪漫的小城镇，有海有小房子，有山有火车道，这间房子好可爱哦。下面是车库，京都风的小村庄。哦，这个卡车很亮哦，很漂亮耶。我们现在来到螃蟹的产地，真正的产地，这边是香住区的香住渔港，这边有好几间这种螃蟹专门店。我看了 Google 地图推荐的第一间叫鱿鱼馆，可是评价很低，有人说这间特别好，我就来夸口。我看一路过来啊，这边车少人少，只有螃蟹多，螃蟹比人还多啊。我们进去数一数人头，看有没有螃蟹多。感觉这间很小啊，这是鱼吧？这价位是比刚刚好，4000块一只。这是小的鱼预约。哎呦，不都卖完了？卖光光，好扯哦！看一下，这是一箱一箱的啦。就是展示大小、数量多少钱？28000。我不晓得，我还以为那一只是助手。对，太红了吧？那你看他们都有戴戒指啊，罐头。这是有深入，里面有肉的。你看上面也有冰库、香住港，好多。上面还有这种。他刚刚很热心的过来介绍。大部分的人还是买便宜的。这是有肉的，有蟹肉加味噌。那这个是100%的香住蟹味噌，就是蟹膏制成的。200多块而已啊。那你选一个嘛，既然都买这个草，它看起来超酷的，然后有些使用说明。这应该打开直接就是了。这是真的很小碗，它有小酱油，它好可爱哦。还有一些冷冻的鱼，感觉这边的商品种类也还好，没有到那么多。感觉除非你要买很大量，不然不用特别下来港边。我发现这梨子也超大哎，450。好啊，那买一颗好了。我原本以为来到这边可以现场买现场吃，就发现这边真的就是渔港，他们是直卖所，只能卖回去。可是我们在这边都住小旅馆，我们又不能自己料理，只能用眼睛吃。这个地方不用特别跑过来，虽然说你离螃蟹的家更近了，但是在刚刚澄崎温泉那里比较适合观光客了，好吧？所以推荐大家去澄崎温泉。我们想说，既然来到了香住，又没有吃到螃蟹，又没办法买螃蟹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来体验一下这边当地知名的料理店370吉。我刚在 Google 评论查一下，就这家最高。重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有人写说，在这边可以比你在澄崎温泉吃得更便宜。来先吗？先。是有这种整只帮你料理的，碍于只是迷你伙伴，小伙伴没有办法吃的，没有迷你伙伴，现在吃不起。对，等到哪一天我有办法吃松叶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，9到5月就是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都可以产活的香住蟹，但只有11月到3月可以产出松叶蟹，看来价钱就不一样。High class， 我只是迷你伙伴，所以整只的。下一次，好，下一次看有时候啊，干爹干妈跟我一起来了，我可以帮你剥蟹，白痴。那我们就吃这个。这边还有这种海鲜冻。不行，我们都来到香住，我吃这种海鲜冻。吃一个蟹盖饭，再吃一个蟹冻。好，还有敷一杯热茶，看得到茶叶的茶。你后面还有电话。它可以用没想到还有这么复古的电话，重点是上面还有投钱，有投100块跟10块的。看一下，好棒啊！这好可爱哦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蟹味噌汤。这一组223，所以它是副汤一个 set。看一下哦，饭而已，4种，2730。这样帮你摆比较漂亮。开吃。一打卡西吗？拌入一些酱瓜。酱瓜是香菇，香菇。菇，怎么那么黑啊？然后这个是蟹味噌。好浓，加快吗？你不要烦哎！下面是寿司饭，因为吃起来有吃寿司的感觉，吃看就还不错。我说真的，以这种冻饭来讲，我觉得算不错。哦，香菇味蛮浓的。这个是小孩吧？对，子，它的孩子。然后这是膏，这应该是看起来是肉。小蟹腿，看一下肚子有什么空的。哇，佳佳，好舍不得哦。好像可以。放上来之后，你那一碗看起来比较超值。我吃吃看这个籽好了。
对它有点好奇，加一点番茄。我觉得它应该没什么味道，除非有调味过。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有点咖喱咖喱的。就这样，拜拜。